罗克乡当地的休闲山合作社今年都参加的比赛新品竞逐，经过严格评审了后，今日再去公布成绩。今年同款是由72年次的茶农刘永成摕到这新品竞逐的特等奖，有法度连续两年拢来摕到这个茶，会当讲是真无简单。啊，有排名头顶的成绩一公布了后，现场等待的农民有的失望，有的欢喜。不过上届欢喜的，应该就是连续两年拢得到新品竞逐特等茶王的农民刘永成。我们在评审的时候分成三个阶段，一个是热的时候，一个是温的时候，一个是冷的时候。你必须通过这三个关卡，如果品质你变动太大的话，一般来讲你的名次可能要往下掉。如果在冷、温、热，你的品质非常稳定的话，一般的你会得到很好的品质。罗国乡当地茶米生产合作社106年春季茶赛新品竞逐，今日早起进行最后的核心工课，浓缩2159磅的茶样，经过严格审查了后，淘汰比例将近30%，可见比赛评审是相当严格。所有春茶产季，拢慢差不多10天至14天吼，所以咱的今年的茶，讲因为生长期较长，所以咱今年的茶，咱的叶啊拢会较厚。啊，大家茶农为着要即较早采收嘞吼，嘛有较优慢，所以讲今年的品质来讲，春茶来讲是非常的品质来讲，伊的熬温甲芳气拢是真特殊的一年。评审过程中，会当看到排名头顶的比赛茶被刷来刷去，因为要评选优质好啉，佮符合当地乌龙茶的特色，评审委员是相当认真看待每一场的茶赛。这种天候情况之下呢，茶叶品质非常的平均，所以我们呢，评审单位呢要花一点精神来评比。那今年刚刚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喝了前几名的茶，任何的比赛这几个茶呢都具有我们洞顶茶的特色，包括香气跟烘焙，还有那个所谓的洞顶韵。事实上这种精神呢，我们农民都要保持着。受到气候影响，今年春茶产季延后，产量也大大减少，不过茶米品质依然有一定的水准，加上茶农制茶焙茶功夫提升，评茶主席也表示当地茶米生产合作社比赛茶，绝对值得消费者来购买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